哎，你们俩快走，陪跑。大少爷，夫人准备让您和莫家大小姐联姻。帮个忙。嗯，人走了。哥，大庭广众之下跟女的搂搂抱抱不太好吧？抱自己女朋友有什么不好？是吗？既然是女朋友，到时候的晚宴别忘了一起哦。其实你不用，你帮我躲过了前男友的纠缠，我当然要报答你。有需要联系我。我果然没看错。佳丽，我喜欢你。哎，我先来的，佳丽正在吃呢，我先来的。就他了，是。阻止他和墨家大小姐联姻，成交。大少爷没了墨家的帮助，继承人的位置就是二少爷您的了。怎么样？接下来让他爱上你。不过你这么有手段，身边男人肯定不少。那你可要小心，别成为其中一个。哼，有意思。啊，没事吧？大少爷好像上钩了。行了，走。门口歪了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再给我点时间，医院那边的钱我会尽快缴纳的。原来他都是因为……你放心，人我会尽快搞定的。你不用再找我哥了，你的医药费我会帮你解决。鱼上钩了。为了这继承人的位置，我这弟弟还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不如我们就以猎物的身份出场，给他个惊喜。